叫你出来。所以他，所以你就是花钱。哇，他的耳朵坏掉。他的耳朵，你用。他的耳朵被打烂好可怜。他就之前摆在外面，然后被打到。拍一张 cheesecake。我要拍这个欢乐的画面。一定明显，因为我前面有一只大老鼠。